据媒体报道，在本届戛纳电影节开办大使班的章子怡迎群亮相 photo call， 笑容俏丽，状态相当好。照片中的章子怡一袭银色亮片短裙，气场全开，深 V 设计衬出姣好的身材，金属质感使得整个人高调不失优雅。媒体的聚焦点全部都在章子怡身上，瞬间秒杀众人。镜头前的章子怡无脸做娇羞状，显得超级可爱，笑容明艳，气色十分好，令不少网友大呼好可爱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